投跟守，现在投跟守现在也没抓一个好的啊，都拉急啊。有个气血八使用绝学时法攻的守绝视频好用，我手一直开银蓝系列。对啊，我是零手跟头都没有做得好的啊，所以你说垃圾，我对我而言都是垃圾啊，都是垃圾。星耀之力。我手开一堆铁位用的，又要拆机关蜘蛛，专门暴力拆解，自有定数，暴力拆解蜘蛛上，好像不行。暴力拆解蜘蛛，绝学时就万用 AOE 或单点都可以。点下去会自己结束的这种法术啊！这感觉给林优打 PVP 勉强可以。怎么最近会老是会出现这种点下去直接结束的法术？抓死他，烂蜘蛛！他一比那个星彩是30，1:30。消失。饰品不能锁定打 PVP 跟 PVE 都要换来换去，因为两种不一样啊。感谢地，两种不一样，就是天地之律，万象之变。你 PVP 的 PVP 用的饰品跟 PVE 用，因为有的是你 PVP 是打 AOE 的，对，你 PVE 打单点，这两种饰品就完全不同了。对，或者是有的要那什么啊，那个风被动。就是你 PVE 要封被动，可是你 PVE 的话就不用封被动了。